手足发麻吗？对于女性来说，如果补序功课做得不够好，以上问题就很有可能会找上门。很多女性都知道补血的重要性，可是却对补血的方法还是一知半解。其实补血并没有您想象中那么复杂，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讲讲女性补血养颜的小妙招。补血养颜小妙招一，多喝水，喝对水。健康美容界有一句名言是每天八杯水，一般人每天需要摄入 1.5 两升的水量，分量相当于八杯，每杯200毫升左右。最健康的是白开水，即煮沸三分钟，冷却到30度左右的水，此时水中的氯气和有害物质被基本消除，最适合人类饮用。喝咖啡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是效果还是不如白开水好，而可乐之类的饮料会给您的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并不建议您过多饮用。补血养颜小妙招二，果蔬给您好气色。通过多吃水果来补血养颜也是个不错的方法，水果中含丰富的抗氧化物质、维生素 E 和微量元素，可以滋养皮肤，其美容效果可不是一般的化妆品能比的。一些水果中铁元素丰富，补血效果很好。一、石榴，石榴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水果，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石榴的水分很大，可以很快的进行肌肤补水，而且石榴还是可以保护你的眼睛的。二、樱桃车厘子，樱桃富含铁元素，是补血的优选水果，铁质可以让女孩气色红润，樱桃含有的维生素 C 含量比苹果高1到2倍，经常吃樱桃可以让自己皮肤嫩白有光泽。三、绿色蔬菜，西兰花、白菜等蔬菜不仅是粗纤维的良好来源，还能在消化过程中带走体内多余的水分，防止浮肿的发生。不同季节会有不同的高效营养水果，建议你可以应季多吃这些果蔬，比如现在常见的葡萄、荔枝、胡萝卜、番茄都是非常好的蔬果。补血养颜小妙招三，午睡一会儿精神足。午休对于女性来说尤为重要，它能让你的身体得到调整，充足的睡眠让您的肤色变得更佳，精力也能更加充沛。准备个软软的垫子，平时可以当靠垫儿，中午放在桌子上趴会儿，哪怕闭会儿眼睛也会有些效果。记得趴下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关显示器。补血养颜小妙招四，运动加快血液循环，气血变得活络起来，人的气色自然也会好很多。刺激身体循环的方法很多，去健身房运动锻炼对很多女性来说都是想做但却没精力坚持下去的事情，其实运动并不一定要去健身房。另外为您推荐两个中医补血食疗方子方，一猪里脊，粳米各50克，花椒、食盐、茴香、香油煎，将里脊肉剔净剁成肉末，入食盐、花椒、茴香、香油调拌，再用粳米煮粥，粥将成时放入上述原料，再煮至肉瘦米烂，每日两次，助着胃肝血性平，具有滋液润燥的功效，生津液，丰肌体，泽皮肤。配方中猪里脊滋阴血润肌肤，粳米健脾益气，花椒茴香可调味，又可温中补虚，全方滋养阴血，补中益气，常服可收肌肤滑润光泽之效。方二，干红枣50克，花生米100克，红枣50克，枣洗净泡发，花生略煮后取花生衣，将枣与花生衣同放人煮花生的水中，加冷水温火煮半小时，捞出花生衣，原红糖融化后收汁做点心服用，更防益气养血，适用于血虚症。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